人蔡允杰母亲卷入劳资纠纷。蔡妈妈过去经营的怀仁月子中心在基隆一带具有名气，不料遭员工在报废公社控诉卷款，恶性倒闭，员工领不到薪水，上社群爆料，发文彪骂月子中心是恶老板，劳工局已经介入处理。但蔡允杰经纪人表示，蔡妈妈2017年就已离开该公司，倘若司法认为蔡妈妈需要处理，自然会找上她。但蔡允杰则表示自己完全跟该公司无关，若有需要他出面他也不会躲避，认为纯属无妄之灾。苹果新闻网报道。